嗨，大家好，我是27号，然后呢，就是我的底部是 NTHU 嘛，可以当校徽，然后我前面的话就是摩斯密码，摩斯密码 PM120 耶。各位好，我是31号张恒瑞。那这个班规设计是以一个奖杯为造型，然后20为基底，然后融入了一些机械领域会用到的标准件，就齿轮，然后还有扳手这些工具，那配上一个俏皮的机器人，然后我用后现代的拼贴方法 ，OK， 好，然后后现代，然后那个机器人就是，因为我实在我觉得机器人在机械领域里面可以用来。比较具有个性的，目前应该是机器人吧，就是新兴的学门领域里面。然后他的表情符号，如果大家注意到，他眼睛两个加号，然后嘴巴是一个空白键。对，然后 OK， 好，大概就是这样子。我的设计是以圆形为基底，圆形是自然界里面最漂亮又最完美的。形状代表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很完美，然后也象征团结。然后我自己简约来，简约是我的风格，因为就是彰显出我们心脏大家都很踏实，然后又理性及内敛的个性。然后我画了一个扳手，后面一个锯子跟一个螺丝起，因为我们是动机的嘛，所以要用这种东西啊。然后我的字体是用中古西欧的那个，有没有看出来？中古对啊，然后后面是黑暗的，因为黑暗的底，因为中古西欧其实蛮黑暗的。黑暗看出来。然后因为魔鬼是细节里，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因为我是体干嘛，所以你们会发现，你们只要忽略掉那个 M， 他们就会变 PE 了。体育课。OK， 还有什么讲？设计理念就是一个火箭前面装钥匙，然后代表动机系的大家面对未来的大门都有一把会飞的钥匙帮你解开。然后也许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写的，不是斜率像斜率是正的？我想一下，我好像画错了。然后不过最近有一首歌可以帮我们解释这个问题。因为这样太危险，飞太远。谢谢。要不要唱一下？这样太危险，飞太远。哇！好棒！大家应该看得出来是坦克吧？是。这是 PM120，然后那个 P 就是在那个炮口的地方，就是有一种，就是，动机系大家都是有一种。就是蹦蹦蹦的，然后那个四个边是反正可以忽略，因为我一开始画在一张废纸上，然后我不想再画一次，我就把它贴上去。然后那是胶带，那是胶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这是49号。然后我画这个上面是机器人，下面是赛车，因为我们现在有 DIT 还有赛车工厂。然后后面一那个部分加了排气管，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很有活力，所以需要排气管，就是给人家那种很动态的感觉。然后那个眼睛那边呢，我原本是想要画齿轮，但是后来想说我们应该要有前瞻力，所以我就画了一个望远镜。然后在上面加了一个20，还有在下面加了一个微笑，希望我们每天都可以很开心。Yeah！ 然后就是我用黑白，就让它看起来很简洁，对。然后下面有写到氢20和碳体，然后就是仔细看那个 M 其实是不完整，然后其实是代表就是20级才刚起步，然后我们还在构筑，然后希望透过就是磨练和磨合之后，就是4年后我们可以很成，就是有成长，然后更团结。Yeah！ 大家都知道，就是动机是都是一个大扎体，然后。那个齿轮，齿轮就代表着，就是一个大家庭那个门，然后守护了20级，然后20级就在里面很团结，这样，谢谢。